只给他们喝了一点牛奶。还有什么？苹果和点心。这个让我怎么说呢？那你是说奶粉有问题了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，对不起，这个问题我实在是没法回答。我杀了你们俩，那你得赔罪了。现在能不能初步断定到底是什么时候中毒？还不能确定，各种可能都有，但奶粉中毒的可能性比较大。哪个厂生产的奶粉？北市的温宝牌奶粉。把这个厂长叫来。好嘞。厂长您好，救援人李院长介绍，孩子们出事前刚刚吃了你们厂生产的温宝牌奶粉，您作为厂长怎么解释？绝对不会是我们厂奶粉出的问题，我们厂的奶粉啊，连续三年被市消协评为优秀产品，我们对质量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。像都是这种牛奶的，奶全吐了。那如果是奶粉出了问题，您将如何解决此事？孩子们不光吃了一样食物，没有理由认定就是奶粉出的问题啊。可是孩子们主要吃的是你们厂的奶粉。那对不起了，那我去见市长了。哎，厂长，我们还有问题要问。坏蛋，然后开枪！地下走，地下走！爸爸，你有什么好主意没有？有，开快车！哎，小姐你好，我是5441记主，密码111。快点把他们挤下去！我想查一下有什么人给我留言。就在这儿，等所有人到齐了，就在这儿开现场会。今天的牛奶、苹果和点心，全都是从绿林进的。我们的进货渠道全都严格把关，全部是从厂家直接进货。六一幼儿园使用我们厂的奶粉已经好多年了，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嘛。啊，那你们的意思是我们的点心有问题？好了好了，咱们不要争了好吗？化验结果出来了，是奶粉的问题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我马上就去质量技术监督局。好，再见。菲菲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不是菲菲，是他们厂。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太了解。那咱们现在去哪儿啊？省附属医院。菲菲受伤了？不是菲菲，六一幼儿园的孩子们吃了他们厂生产的奶粉。好多孩子中了毒，这不局里呼我让我回去呢。宁波，怎么了？你可得想清楚了啊！辞职报告你已经交上去了，咱们走到今天这步可不容易，你这么一回去又上套了。想不了那么多了。哎，
可能出大事了。喂，啊，我是。好，我知道，我马上回来。嗯，谁的电话？啊，公司有点急事，我先回去。一会儿我过来见你啊。那我先进去了啊。哎哎，绷着点，千万别感情用事，听见没？我知道啊，电话联系吧啊。哎，假烟、假酒、假化肥，什么都是假的。现在哈，连孩子吃的奶粉都是假的了。杨丽海，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找你算账。郭市长，你这干什么的？他是工商局的稽查队长宁博。好啊，这又是你的部下，你看看。案发都一个多小时了，现在才到。好啊，公安局长呢？来了。你立即立案，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怎么搞的？事情闹得这么大。买食品添加剂的人光顾省钱了，混进了一些不合格的原材料。那你是干嘛吃的呢？孩子们现在怎么样了？你是不是不会看电视啊？啊，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愣着干嘛呀？把生产线停了啊。停了。程总知道了。废他妈话。现在还有三名儿童没有脱离危险，这是本市十年来发生的最大一起儿童中毒事件。这位是幼儿园的李园长，下面我们来采访一下他。事件的发生是很突然的。今天下午的时候，我们幼儿园的老师在给孩子喝牛奶的时候，并没有觉出产品有什么不对。可是当孩子喝完牛奶之后呢，突然发生了呕吐。家长们，家长同志们，请你们听我说，现在孩子正在抢救，请你们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抢救孩子的，不要着急，好吗？好不好？爸，你还是回去吧，这边我和韩队长在这守着，有什么情况我再告诉你。你们也别太着急了，事情已经出了，咱们就尽快的找出原因。我先回去，如果有什么情况，赶快打电话。啊，我知道。出来一下啊！你们先说说啊，有电话替我接一下。哎，怎么了哥？走，啊，走。哎哎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跟我说，温宝奶粉你是不是做了呀？啊？啊？说呀！
是啊，温宝奶粉好卖吗？你这好卖，就他妈知道赚钱！我告诉过你，温宝奶粉不许造，不许造！我费了多大的唇舌，把宁国从工商局里调出来啊！我嘴子都说烂了。你小子，全给我搅和乱了。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，这不是什么正经行的，咱们干不成啊！你真缺钱吗？啊！你赚的那些钱，你一辈子花得完吗？你，我是你弟弟，我心疼你。那个超市卖多长时间能卖出100万来？不管怎么说，啊，这些孩子要死了一个，咱们麻烦就大了。这是他妈伤天害理的事情。我查了，他们进的是假原料。少跟我废话啊！赶紧回到厂子里去，把这条生产线给我停了。还有，给我准备20万块钱的现金。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也是看了晚间新闻才知道的。是吗？这么大的事儿哪捂得住啊？谢谢你来看我。同学嘛，可能你还不知道，我小的时候也是从这家幼儿园出来的。是吗？要不然我给陈浩打个电话。算了，你要走的事情怎么样了？你说我现在怎么开口跟你爸提辞职的事儿啊？实在开不了口。可是我又答应了刘总后天去他那儿上班。要不我跟我爸说说？不用了。也好，随你吧。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谁要金马的电话？喂，哪位？是程总吗？啊，对，我是老杜。啊，一个朋友，你睡吧啊。嗯，等会儿。你听我说，你别慌。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现在在外边。啊，哎，陈总，程总，你现在告诉我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吧？我，啊，哎，我还怎么回厂里上班啊？程总，这怎么就捅出这么大个娄子？你看，行了，你别说了，你该怎么着怎么着，谁也不愿意出这么大娄子，对不对？着急有什么用啊？这样，明天咱们见面再谈，行不行？洗好了，嗯，我来。
那些孩子们会怎样？不知道。你说他们会死吗？你不会说点别的呀？情况怎么样？孩子正在观察。我怎么？我大夫，我大夫，你出来了吧？对不起，大夫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吃点东西吧，好吧，别把身体饿坏了啊。事故不是我们造成的，可是货是直接从我们厂进的呀。肯定是在某一个环节上给人掉了包。喂，是绿林商厦吗？请给我找一下卢总。是卢总吗？我是韩杰啊。昨天晚上我的态度不太好，对不起啊。没什么，大家的心情都一样。的确，这种天大的责任是谁都承担不起的。啊，我跟你打听一件事情啊，你们最后一次从我们厂进的货是多少件啊？啊，我刚查过，是800件。谢谢。有事儿我们随时联系。好，再见。
我就在办公室。啊，局长，早上好。我同意你调离工商局，另谋高就啊！哎，局长，你现在就可以到人事处去办手续了。局长，别讲了，没有你宁伯，工商局照样打假。你怎么还不走？哎，你出去！现在开始布置任务，何文负责通知市场禁止销售温宝奶粉，魏林在家留守，叶子跟我走。你不是不干了吗？谁说我不干了？啊，我现在还是稽查队队长。也没人说你不是队长啊，那么厉害干嘛？你少跟我贫嘴，走。刘总吗？实在对不起啊，刚刚发了个大案，您可能也知道，就是那个奶品中毒案，我一时可能脱不了身，要过两天才能到公司上班吧。哎，好，那就这样啊，再见。怎么了？哎，你听说过这世新百货的老板是谁吗？没听说过啊。苦了不是、啊，他可是咱们市的大红人，先进的名企业家。哦，听说过没？叫陈浩。请调报告，局长批了是不是？嗯。怎么不走啊？
怎么走啊？你说这时候我怎么走？腿长在你自己身上，想怎么走怎么走啊？可是我不能扔下那帮人不管呢。你少跟我矫情行不行？啊，合着我们这帮人商量来商量去，你全当放屁了。刘毅那边怎么办？我已经跟他说了，过两天再去。你少废话，他妈哄谁呢你？这什么案子呀？过两天你能办完吗？哎，你要不走，就永远有案子，你永远离不开那里。我知道你们都为我好，我混到今天要什么没什么，这一到晚上，跟菲菲连个待的地儿都没有，我心里也难受。你知道就好，啊。行了，甭数落我了，过一段时间再说吧。现在全市都在大检查，你这儿也小心点儿。我的底儿你还不清楚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放心吧，啊。哎，菲菲现在怎么样？焦头烂额的。总局里一定要支持一下，现在客户都要求退货呀。哎，这货款一还啊，这工人的工资可就是个大问题了。对呀、啊，哎，怎么样啊？没有办法，他们都要求退货。喂，啊，我就是，你说什么？又怎么了？又有两个小孩因奶粉中毒被送进了医院。干妈，你快把车开走，你这车搁这儿我没法卖鸡蛋。哎，大哥来了，忙着呢。啊，干妈，咱们赶紧回家做饭去吧，一会儿宁波和菲菲都回来呢。啊，来走。哎，那我这鸡蛋，大妈，您跟您干儿子去吧，摊儿我给你看着。那谢谢了啊。嗯，来走。谢谢啊！啊，嘿嘿，菲菲那事儿你知道了吗？啊，这几年这世道可真是变了，可不管怎么变，不能没有良心吧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耗子，你们几个可都得给我记住这个话。哦，啊，是我，都挺正常。哎，我挺好。啊，我挺好。好，我准时到。你是供销科长杜建国吗？哦，是我。哦，我们是工商局经济稽查队的，有件事情想找你了解一下。啊，好。哎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我爸批了吗？批了。真要走了，有点舍不得是吧？咱们俩的事儿怎么办？过一阵子再说吧。真是祸不单行啊。喂，是我。你呢？喂，我程浩啊。啊，我跟干妈正往家里走呢。厂子里的事儿他已经知道了，干妈让你跟我们一块儿回家吃饭呢。嗯，好。哎，坐下，你坐下吧。今天你们俩啊，都老老实实待着啊。干妈，一会儿你劝劝宁波啊，那局长都已经批了，他又不想离开了，拧劲又犯上了，是吗？啊，
看够了，咱们走吧。还有羊肉吗？里边刚下，刚下，这就下点没事。宁波，啊，你别嫌妈说你，你的事儿，耗子都跟我说了。干什么工作无所谓，妈不会反对。关键是你自己心里是不是痛快？耗子也是为你好。我看你那狗脾气，干工商也确实不合适。你在外头生了气，回到家我们全家都不能乐。妈，咱今天能不能不提这个？怎么说话呢你？干妈为谁啊？还不是为你好啊？就那么一根筋，干起工作来家也不顾，非非也不顾，还不挣钱，不能说你两句了。怎么着？你们两个从小就这么盯过，多大都快娶媳妇的人了，有话不能好好说？嫌人烫着。常总，哎，这什么地方？这是干嘛那么紧张啊？常总，您不会是想在这儿弄死我吧？啊？哎呦，程总，您别笑了，快想点办法，咱往后该怎么办呢？我跟你说，老杜，事情是我们这边弄出来的，让你费了不少心。啊，这几年你说你担惊受怕的也不容易。是啊，程总，嗯，为这事儿，我可是把良心都给出卖了。我要真知道是今天这个结果，死活我也不会去做。所以啊，开个价。开价？开什么价？
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收手不做了。哎，但是老杜，凭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，我不可能亏待你，对不对？你拖儿带女的容易吗？不容易。万一哪天你要是出点别的事情，我给你家人也好有个交代啊。程总，我不要钱。你放心，我保证死也不会说出去。你打开看看。要不要都是你的。我跟你说，老杜，这是你应该得的，打开它。20万，拿回家好好过日子。谢谢程总，我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。您放心，我保证，死活也不会说出去。你保证？你拿什么保证？你怎么像个孩子啊你？像我一样，我把钱给你拿来了，这是我给你的保证。这个社会，光动嘴有什么用啊？那要不我给您写一个收据，或者保证书。老杜啊，你这个样子真是让我太担心了。是，我这辈子从来没经过这事儿。这样也好。找个亮的地方，你给我留个字据。哎，带笔带纸了吗？受什么样的伤？算了吧，兄弟，失去他又能怎么样？只不过多了一份感伤，少了一份年轻时的模样。不了吧，欲望是坚强背后的一束光。算了吧，漆黑的夜，我们一样惊慌。总是爱了又恨。张张的生活着，奔波与匆忙，总是分了又聚，来了又去，辛辛苦苦地寻找着幸福与理怎么样？有了什么样的风光，就会受什么样的伤？算了吧，兄弟，失去他又能怎么样？只不过多了一份感伤，少了一份年轻时的模样。服了吧，欲望是坚强背后的一束光。算了吧，漆黑的夜，我们一样惊慌。
去，来了又去，辛辛苦苦地寻找着你。总是爱了又恨，对了又错，慌慌张张地生活着，奔波与匆忙，总是分了又聚了。